但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这么顶真。有时候你说家里父母和孩子说你这个会，这个当然会了，那我随便弄弄，这个是戏言，大家开开玩笑的，你为什么对儿子的这么一句承诺你会顶真到现在？嗯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儿子呢他很小，就相当于就比较出名的，也算一个小明星吧，所以他在家里面就比较骄傲，就是我们家的小皇帝。我前面相信你，我希望你下面也不是吹牛。今天我们把儿子也请到现场来了，来，有请儿子上场。我跟你说，因为在我们演播室的地板上玩这个滑板真的不容易，因为我们的地板很滑。对，厉害了！哇，多快的事情！于老师，你刚刚不是质疑来着吗？宋妈妈绝对没有吹牛，我看了你儿子的表演八个字，眼花缭乱，目瞪口呆。而且我认为他们家还有一项世界纪录，你看妈妈静态，儿子动态，这绝对是世界最平衡母子。还真是一个静一个动。